高或者比我高卖的，如果比我高卖的话，可能还会看。没有啊，没有那么高卖。高卖。还是给你早上牙抬过去看一下他的 video， 你看这个他的小红包他六六粒，六粒就是八十粒三十，好没有就买这个，早上的时候买这个六粒跟一个啊，跟一个那个千层糕样子。这个多少钱啊？三片。啊，三片14块几块，5块，赚一片5块呀、啊。这样子你两片给他做早餐就可以哦。啊，下到地铁要开车，下到地铁要开打算。啊，那我们如果算十二点下，你十二点下下到西边1点，你一点回到，如果你一点你一点你要给他在家里头，你要给他在家冲凉什么东西啊？你一点回要都要3点，2点回就4点。3点回耶，5点，对啊，3点我们一定要回，然后3点这样回，回到5点，因为我的肌肉那些全还没有切，还没有练，我还要回走。那就叫 SM 啊，问可以吗？然后家那边有什么东西可以吗？楼下先放两个，我是想回到去的时候东西放了，你给他在那边，你给他，你下到下面一点的时候啊，一点多你给他撤东西，撤了就回去楼上冲个凉休息一下，然后3点就回去，啊，就是这样子。所以我现在是看到这两个了，你要再看一下对面，你要再等下面店员都来看。现在我是看到这两个了，这个小笼包跟那个高位的两个。一个饭。喝茶还好，我他妈的叫那种水喝多了，还是在这样子的地方就是不要喝茶，他也是没有喝茶。你上来这种地方你就要喝茶，因为冷天我们身体需要降温。你这有一个凉茶很好，凉茶是天气热的时候做，就是天气冷。那你不可以拿那个面筋出来？你拿块面筋就好像我做工的时候啊，放一点盐，然后塞里面这样子。你才提醒我哎！我想问一下你，是不是每一样都要提醒我？我都没有想到啊！我在旁边的时候我都跟你讲了，是你跟我讲过，在旁边这样子叫你提到这么简单，直接听我的话。捶捶一下，温温的，啊，这个叫铁观音，你喝一下茶，温温的，啊，你的喉咙，你喝一下茶，温温的，喉咙就舒舒服服，啊，嗯，啊，不可以喝，慢慢喝啊，少少的啊，你喝了啊，你的喉咙就舒服。起来呀，起来呀，一点点，对，是这样。
对？哦，我看到了。哦，可能会差一点。我看不到你顶了。你写那个派是提什么？提 AI 了。没有你要安置它就可能了。要不我找不到人。A, B, C, D, B.